咁啊，上咗第一个菜就烧鹅，呢度嘅必点菜啊，系啊，系咁噶啦，呢啲嘢酸菜鱼啊，呢个酸菜鱼。各位网友大家好啊，我系 Pan 啊，今日我身处而家嘅位置就是天河岗顶啊，咁好耐冇过去天鹅，呢度咧就系我喺岗顶入边嘅人行天桥嗰度拍落去呢个 BRT 线。我左手边咧就系、是。百老汇啊，咁啊好有名嘅天河电脑城，咁啊而家咧就今不如昔啦，昔日嘅辉煌就已经不在。记得以前去广州市民买电脑嘅话咧，就必定嚟呢度天河电脑城嘅话咧就系、是、买电脑嘅。咁啊正对面咧就系、是、新菜格嘅电子城，新菜格嘅电子城。咁啊右手边咧就系、是。摩登百货啊，咁啊今日我过嚟咧就系食餐午饭嘅，咁啊顺便做一个街拍俾大家去睇下啦。好繁忙啊，天河。咁啊，我百老汇嘅左手边嘅话咧就系、是、石牌村。嗱，而家睇到咧就系呢度嘅石牌村啦。咁啊，石牌村嘅话咧就系、是、亦都系一个好有名嘅城中村嚟嘅。咁好多打工仔嘅话咧，都会喺度租屋住嘅，啊，石牌村。咁我前嗰段时间嘅话，就石牌村嘅话系禁嗰啲电鸡入去嘅，咁啊，因为石牌村嗰啲电鸡就着咗火，咁啊搞到好大剂嘅。咁我而家拍拍我天桥后边，咁啊而家系相反嘅方向啊，呢度系向石牌东嗰个方向。應該係向東向嘅中山大道嗰個方向嗰條馬路嚟嘅，咁啊右手邊咧就係中山醫科大學第三醫院啦，拉近個鏡頭俾大家睇下，中山醫科大學。咁我等間咧就會係行落個天橋度去拍一拍俾大家睇嘅，順便拍一拍繁忙嘅石牌東路啦。咁我而家將個鏡頭拉翻去左手邊先啊，咁啊吉子酒店。咁在左手边咧就天娱广场，我今日就嚟呢度食饭噶啦。咁啊嚟呢度食饭嘅，咁啊食一间近排好有名嘅餐厅啊，东苑餐厅。佢啲烧鹅好火爆喎，咁啊今日过嚟啦，咁啊顺便影呢度嗰条繁忙嘅天河岗顶。好，而家我行落天桥先。咁喺天橋嘅頂上面咧，就已經係有啲公交 BRT 嗰啲線路嗰啲指示牌喺度，咁啊，使到啲人咧就有個清晰嘅指示。啊，真係嗱，呢度專門嘅公交嘅 BRT 線，呢度就係岡頂嘅地鐵站 D 出口啊，正對住咧就係中山三院。咁啊，醫院門口嘅話，通常都係好旺。咁我而家一直向前行。哇，真係好繁忙啊！天河岗顶咪影影路牌啦，呢度咧就去黄埔大道方向、中山大道、波云路、五山路，咪一直向前行嘅话，就呢度系中山三院嘅门诊部。咁我而家向前行，向石牌东嗰个方向行。一直向東行咧，就行到呢度石牌東路啦。咁啊，同呢度咧就係同天河路交界嘅。咁啊，呢個前面咧就去五山路嗰個方向。呢度一個好繁忙嘅十字路口啊。咁我哋左手邊嘅話咧，就係石牌東路。石牌東路。啊！呢邊咧就去五山嗰個方向，咁我而家繼續向東行，向暨南大學嗰個方向行過去。行到嚟呢度咧就係天河商貿大廈，咁又稱之為天河商貿中心，啊，天河購物中心。咁啊，以前咧就呢度咧就好興旺嘅，咁啊而家咧就實體店嘅話就今非昔比啦。咁啊，所有嘅實體店嘅話，啲商場都唔係一個好做啊！咁我而家繼續向前行，向暨南大學嗰個方向行過去。行到呢邊嘅話，對面咧就係華師大喎，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喎。咁啊，又稱之為華附啊。
是广州市很有名的一个重点中学来的。现在一直向前行。我在这里拍一拍华富的正门的特写给大家看看，我就不过去马路的对面了。然后呢就现在继续去向前行啦。这一带的话呢，江镇这一带的话会有很多名校的，暨大啦、华富啦、五山那边啦。数不胜数啊。来到这里呢就是暨南大学的，这里是不是应该是德门呢？暨南大学啊，是啊，1906年暨大。暨大这个门口。西门，暨大的西门。是暨大的西门。暨大的西门。都是算是一间比较好的大学来的，暨大。那我现在呢就走回转头了，去吃饭了，不再走下去了，去回天元广场那边吃饭。好，那我现在走回天桥对面这间天元广场，去这间东苑那里吃饭。听闻那些烧鹅呢就很正的。那我现在走回天桥这边，过去天元广场吃饭。地铁江顶站 A 出口，天娱广场啊！我而家入去西塔，咁一入到去转左手边嘅电梯，上11楼。哇！好旺啊！早市8点半到11点，午市7点8折买单。哇，好多客人喺度等紧你嘅。转去左手边，呀，好多烧鹅啊，好夸张啊！哇！呢度有几只啊？哇，好夸张！行过嚟睇下先。必点啊，烧鹅呢家嘢。然后，哇，个大厅好大。这边仲有，哇！好，今天我虽然过嚟吃饭啫，但系都睇下个点心纸啊，睇下点心纸咩价。佢系11点钟之前就7点8折埋单嘅。咁大厅茶位7蚊，房间就12，雅间就10蚊。茶市就8点半到14点，咁佢有2间分店，我而家就喺天河区嘅天娱广场西塔11楼。咁原来喺大沙头海港城嗰度系有一间分店嘅，我睇下啲价钱先。咁呢间嘢咧就比较直观一啲，佢就冇分几咩点咩点几多钱，佢直接喺个点心旁边就标价。咁好似呢个烧卖嘅话就32，呢个猪润嘅话就28。咁啊，呢个干蒸咧就28，咦，睇落啲价钱还可以喎，因为呢间嘢嗰啲出品系唔错噶。咁啊，姐韭菜饺啊，标晒价钱嘅，26同埋32，啊，边个睇大家睇下啲价啦。catalog 做得几靓佢，咁如果呢个价钱嘅话，系。再打7点8折，我真系几抵喎！系啦，啲价钱 OK 啦，虾饺皇32，咁就凤爪32，
如果再打七八折嘅话，就十一点钟之前买单嘅话，就啲价钱又过得去喎。小笼包28蚊一份，粉果仔就26。如果佢啲点心同啲相系对版嘅话，都 OK 啊。有啲特色店咁，杨枝甘露28，叉烧酥23。咁啊，上咗第一个菜就烧鹅，呢度嘅必点菜啊，瓦岗烧鹅。咁佢下边咧就系攞一啲腊竹，咁啊加住温嚟食，相当之细致啊。咁啊，旁边咧就有个汁，這个汁咧就唔知系咪酸梅汁嚟嘅咧。好试下呢度嘅招牌菜烧鹅先啊！啊？系嘛？我妈话几好喎，咪佢一块皮添，哇好脆喎，好好味添啊，不过就细份啲，细份啲啊嗰只，啲味好靓啊！整多嚿试下啫，饮下啲汁，分咗嚟，一取皮，嗯。皮脆肉嫩啊，啲汁都好味啊！只烧鹅不愧为必点啊！嗯，系啊，系咁噶啦，呢啲嘢酸菜鱼啊，呢个。酸菜鱼，不过咧就我唔食得辣嘅，所以咧就免辣。我知啊，哇！佢下边有啲粉喎，有啲濑粉喎，有啲濑粉喎，啲濑粉垫底。我唔食得辣就冇落辣椒。你有冇带？你有冇带咩嚟啊？我试下啲酸菜鱼先啊！哇，好滑喎！好滑喎、啊！啲酸菜鱼好滑，睇啲汤好唔好饮先啊！啊，啲汤 OK， 你先甜，可惜唔食得辣，我喉咙顶唔顺。我笔嚟啊，笔攞攞纸巾笔嚟食啊嘛。哇！啲酸菜鱼，呢啲味，试下啲酸菜先啊！其实呢啲嘢都系有少少辣，好食。喂，大家，我谂住咁多辣打包俾你食，冇水。有啲鱼皮饺喎，哎呀，跌咗添，食唔到咯，食唔到。另外嗰几样嘢咧就好快送到嚟啊，一个炒面，一个蛋挞，一个浸蔬菜，咁啊呢个咧就系有个菇添，喺度咁多嘢，葱香炒脆菇啊，咁啊葱香炒脆菇，咁啊味道点嘅样咧？第一次见呢个菜心。呢、这个就是蛋浸菜心，咁啊呢个咧就是蛋挞，蛋挞上面嗰啲系乜嘢嚟噶？蛋挞上面嗰啲系咩嚟噶？系啊，有一个炒面添，蛋挞，
哦，燕絲鬆化蛋撻啊，呢個係燕絲鬆化蛋撻，我試下。佢就烤脆皮，嚇、啊？你睇好食咩？我唔覺喎、啊。佢有啲蘑菇嚟嘅，上面又有啲燒汁，咁啊，佢咧就應該係烤過嘅，咁啊，個面咧就有啲脆，入邊有啲菇咧就係爽，嗯，味道咧就 OK 咯，味道 OK 嘅，整多粒嚟食下先，你睇呢個菇啱唔啱你口味？系成粒菇嚟嘅，好，咁啊呢个就系浸菜心，我啲菜心几淋劲，加蛋糕先。O K 啊，哦，炒面啊，咁啊，我哋今日呢个咧系套餐价嚟噶，二四五六，咁咧就系128，咁啊都算 O K 啦，啲价钱。炒面几好味，落咗啲辣椒咧更加好食。有啲葱香，有啲芝麻，哇！呢啲面咧喺屋企自己炒唔得咁好味，师傅真系师傅。個甜點咧就燕絲鬆化蛋撻，嗰啲燕絲係咩嚟咧？佢又冇講明喎。我斷估都唔係燕窩啩，試下添。係啊，係幾鬆化嘅。不過咧，這個咧又唔係最好食嗰只蛋撻，啲皮咧仲未夠靚。咁佢入邊嗰啲佢話燕絲，咩叫燕絲咧？真係成箱咩嘅，甜甜地嘅，係啊，甜甜地嘅，好似有啲啫喱咁樣嘅嘢。我食完飯就出嚟天娛廣場嘅西塔嗰度行下街。今日星期五咋？呢個商場咧，呢個商場嘅人流都幾多。呢個上二樓嘅。一樓啊，金大福，我哋頭先俾人點咗東塔嗰度，冇問清楚。呢、这個中庭啊，啊，全部都係食噶呢度。好啦，走啦，出去啊，翻去啦。冇乜興趣行街，
我哋喺呢边出去，太阳咖啡嗰度。咁啊，呢一集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见，多谢大家嘅收睇，拜拜。